时光荏苒，慈济在马来西亚转瞬已是20年，跨越隔阂，不分种族宗教，悠悠20年，取之当地，用之当地，步步难行，步步行。蓝天白云的身影，慈悲大爱的脸谱，坚持不移的初心，恒持20年。以陪伴的力量，以生命影响生命。受助者蜕变成志工，从病苦中看见生命曙光。爱的教育，打造社会未来希望。深耕人文，净化人心，阐扬人性真善美。慈济清流20载，细说这无数爱的故事。槟城位于马来西亚半岛北部，在地理环境上由于隔着马六甲海峡，所以槟城分为两个部分，槟岛及半岛威省。1985年，这座槟威大桥开始通车，成了槟岛及半岛威省两岸通路交通中枢，渡轮不再是唯一选择。每天早晨，尤其上班高峰期，槟威大桥上车辆串联不息。1986年，65层高的光大大楼落成使用，成了槟城的新的地标。1980年后期，大量台商前来马来西亚投资设厂，成为台湾企业海外投资相当重要的据点，尤其是以电子资讯产业最为积极。1989年2月，台湾慈济委员叶慈静所服务的英达股份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槟城投资设厂，叶慈静也随着调职到槟城。他凭着台湾人的坚韧与坚持，带动本土志工投入慈善行列，让爱与关怀的精神茁壮成长。1980年后期的槟城，经济蓬勃发展，同时间单纯的人心、佛法的力量，也在多元社会底层渐渐升温。除了每个月至少2次的访视工作，这一天慈济志工在打枪埔社区的一间学校进行每月1次的定点发放。打枪埔社区位于槟岛东北区，70年代的槟城刚刚失去自由港的地位，工业区仍然还在规划中，造成岛民的失业率偏高，根本没有能力负担社区的房子。为了解决人民的房子问题，政府决定在当时还算郊外的亚一旦打枪埔新建高密度的廉价祖屋，作为市区低收入户的遮顶瓦。换句话说，亚一旦打枪埔可以说是低收入户的集中点。那么巧合，慈济在槟城的第一个个案罗和海就住在这儿的其中一栋廉价祖屋。当年罗和海和太太都外出工作，赚取马币450令吉，维持自己和3个儿女的生活。不过太太何秀兰却在患上精神分裂之后丧失工作能力，而且曾经在住家的14楼跳下，幸而只受轻伤。罗和海为了照顾太太而必须持续工作，一家5口的生活开支顿时陷入困境。1991年7月，接获提报的慈济志工开始前往关怀，并给予经济补助。直到1993年1月，当时19岁的大女儿开始工作，有能力承担家计之后，才决定结案。要做咩？要出去。要出去啊！小金啊，我来载啊。姐姐，姐姐。我车坐车到这去。麻烦啦，麻烦来，别做呀，麻烦啦。麻烦啦，麻烦啦。免啦，免啦。
直到罗和海一家仍然住在20年前的那个家，采访小组在马来西亚分会社服室同仁的帮助下登门拜访。罗和海和何秀兰已经变成70多岁的阿公阿嬷。罗和海阿公至今仍无微不至地照顾阿嬷，20多年如一日。对于被慈济帮助过很多的小细节，阿公不太记得了，但是那份感激一直都在。感好啦，主要阿公，啊，阿公真感谢啦，有。这社区里到底还有多少人正面对着一场难以改变的宿命？这问题在我们回到定点发放现场，看到慈济志工和照顾户脸上幸福的笑容之后，有了答案。原来，通过慈济志工的带动，可以凝聚来自同一个社区的照顾户，促进邻里之间的关怀，得到更多善的知识，让一股向上向善的正向能量一点一滴在这个贫苦人民偏多的社区里美好的蔓延开来。社会的那个风气啊都是非常的保守，穷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呢，普遍上有时候可以说是求助无门的，他可能只能够得到政府的一个70块马币的一个援助，可是对他来讲，他要如何的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至少也要300-400块的马币嘛，他可能只能够向他的朋友或者是他的亲戚或者是比较 close 的人去借。虽然物质上发展了算比较进步，但是那个时候的社会呢，大家的生活都比较单纯，生活上的压力也没有这么大。那个时候嘛，有嘛，就是有一些人啊生病嘛，没有钱去看医生，我们就看到曾医师要基督教啊、天主教呢，在这种社会福利啊、社会教育方面呢，他们做的比较多，也起步的比较早，所以那时候呢，有一些佛教徒呢，也有参与这些基督教的老人院啊、医院啊。还有孤儿院啊，这些工作呢。早期的槟城，佛教团体从事社会福利工作还不算普遍，仅有限的增医私药剂经济援助。慈济这个从台湾到来的佛教慈善团体，在当年在社会整体福利功能发展健全之前，凝聚出一股救济的力量。1993年，慈济第一个在马来西亚的联络处在槟城正式成立。当时访视志工已累积15个个案，以台湾本会慈善工作理念为蓝图，慈济志工成立个案访视组。我们发现你越来气色越好，也越来越好了哈。叶子敬亲自陪伴着本土志工走访多个个案，以累积访视的工作经验。当中住在冰岛的陈继任是其中一位从草创期就积极投入访视的慈济志工。1992年，他还在电子厂担任工程师，因为参加了茶会，牵起了和慈济的因缘。比如说，我们很多很有心的、很有爱心的人，也会面对很大的一个困难。为什么？你不可能每一个月都帮他。20年前，当慈济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当上人的法随着我们的慈敬师姑过来，然后他把他落实，把他们在台湾所做的这样子用以身试教的方式在马来西亚做，我们就好像是久旱苦无办法，突然间
天降甘露这样子，这样的一个制度啊，比如说我们去访视的时候，访视须知，我们应该怎么样落实尊重啊，落实那种技巧等等，都有人家的经验走过来了。1993年初接获提报后，得知有90岁的张汉老伯和58岁的智障儿子阿九叔相依为命，志工即刻前往了解。凌乱的屋子，变坏的食物，两位目光茫然的老人默默坐在一角，这一幕至今依然清晰。他自己都那时候应该是需要人家照顾的年龄了，但是他还要负起那个责任照顾儿子，他家里每个角落都是很肮脏，但是他说力不从心啊。卷起了衣袖，大家二话不说，即刻为父子俩整理屋子，再准备食物给他们。往后除了补助生活费，慈济志工定期给予爱的关怀，而清理家境也成了长期工作，无所求的付出和陪伴，直到父子相续往生为止。我们就从头做到尾啊，不是说只帮助一次罢了，那个真的不究竟嘛，没有真正的帮助到那个人那个家庭，所以我们很感恩啊。上人教我们这种啊，做好事也要知道怎样做，我觉得做此就有觉得很有意义咯。济贫访视的工作发展几年之后，在本土慢慢看到了雏形。慈善援助方式分为长期救济金资助、贫病医疗补助、长期居家关怀及机构关怀、急难救助，也是重点援助方式。1995年五月间，连续3天滂沱大雨，冰岛和卫生两地传出灾情，难行能行。即便当时慈济志工不曾有过大型急难救助的经验，因为不忍灾民受苦难，慈济志工不畏辛劳，全程投入救助，在历史扉页上展开了第一次大型急难发放。上人告诉我们的见苦知福、感同身受，都回馈到我们的心里，因为你是真正的去做，有感受了，那个才是你的。不要小看他，就是盼我们这一生度过我们的每一秒，度过我们每一个人生的难关。所以基本上来说，其实慈济呢，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不是我们为慈济做什么，而是因为慈济让我们体会到我们自己本身，然后呢，让我们自己更好。看空包。驱车从槟城去到北海，整整1个小时的路程，慈济志工要去看看十几年不见的老朋友胖宝。你好，我吃饱未？胖宝到过了，都到过了，来坐坐。又看过了，后来对，三了，一个慈济三了，慈济也三，慈济也好，一灾好，五好。妈妈在等了，阿爸好，我跟妈妈在等了。爸爸，过期哦。妈妈，慈情带来一本陈旧的慈济月刊，里边记载了胖宝和妈妈跟慈济志工之间的温情交汇。字体，我的字体。还在看那个字体。我想起了，我想起一些东西了。那继任师兄啊，他直接搬去，如果给继任师兄哦，得到各路长爷爷，接继任师兄啊，会记哦，会哦。买了，买了。
想起以往生的妈妈，胖宝眉头深锁，满怀心事，思绪仿佛飘到了20年前妈妈还健在的时候。胖宝真名为许晴发，小时候的一场高烧让他成了智障。家庭曾经相当富裕，但无常带走原本的小康，留下他和妈妈及哥哥相依为命。1993年，哥哥病重入院，心里一直牵挂着已经2个星期没人照料的胖宝及瘫痪在床的妈妈。看见慈济志工在帮助人，哥哥立刻求助。去医院去看探访一个个案的时候就被他哥哥说啊，讲到说啊，你们人这么好，你们如果有机会要去帮助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弟弟，因为他们已经多久没东西吃了，就在哪里哈。一念悲悯心，慈济志工当天就前往勘察这对母子的情况。2个星期无人照顾的窘境，犹如人间地狱。大家一致决定召集更多的志工，协助这对母子把环境清扫干净。当问及阿嬷和胖宝这2个星期是怎么过的，阿嬷说只吃家里唯一的可可饮料粉和屋外垃圾桶的食物。看见慈济志工这尊重和智慧帮助别人的态度，让慈晴深感佩服。为什么非亲非故啊？为什么这些人会做到这样子？然后床褥也是干净的哦，我就蛮感动的。看到胖宝和妈妈生活的情况，从小备受父母和3个哥哥疼爱，家庭环境不错的慈晴，当天回到自己的家，重新面对父母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感受。一天之后哦，就会觉得说，哇，原来我父母提供我这么多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感恩过，真的是见了苦才知道自己的福报。所以就这样子呢，就开始投入自己。来，这几年间，亲人相续因病往生，如今58岁的胖宝一个人住在北海快乐之家，仍然无法言语，但他懂得爱。知道身边有行动不便的院友，他会伸出援手，无私付出，院友非常珍惜他。大家有爱，大家有爱，白雪都融化。然而慈济志工对胖宝的关怀20年来从未间断。黑暗变光明，自从胖宝搬到北海快乐之家，就由北海的志工接手关怀。胖宝来了这边，无形中也把慈济人去看更多的人吧。爱这样子冲给胖宝的时候，气氛啊，就已经开始让每个人都感受到。胖宝的苦及他们母子之间的真情互动，感动了许多人，从此开启心中的大爱之门，伸出助人的双手。胃痛啊，胃痛有吃药的吗？有吃药，你是在那个辣椒啦，那个中医那边看噻。微风的啦，每个月至少2次，慈济志工到照顾户陈素珠的家，像亲人一样关心问候。看你的脸色也是很好。陈素珠和这群慈济志工的姐妹缘，从先生罹患肝癌开始。先生往生之后，剩下她一个人。看到脆弱多病、悠悠寡欢的她，志工非常不忍心，每次都带着满心诚意和满口好话鼓励着她。看到师姐她很壮，我们也很高兴。对啊，以前比较弱，现在吃了她脸色也是很好，比较胖一点，我觉得胖很多。每位慈济志工都知道，救贫不能只是提供受助者生活上的温饱，更要在他们的心田里种下爱的种子。上人说，要活了就要动，是吧？志工们给素珠带来慈济月刊，让她接触更多正面的讯息，祝福她早日解脱身心灵的苦，做一个能够为人群服务的有福之人。人情服务是人生，为生活服务是终身，这是我们的上人跟你讲的话。然后带他出去几次了，那他就习惯了，在每一个月他都是会跟我们去回收。今天晚上我们有新职工说明会，师姐是也答应我们去，每一个都很好了，
我有身上有参参人嘛，好像活动啊，也是很快乐，嗯，很好嘛。所以你们两个一起，好，叫 OK。慈济志工陈秀芳和亲妹妹陈金芳，还有妹夫蒋国兴，和志工们一起积极挨家挨户去回收资源。若不提起，没有人知道亲切开朗的秀芳，其实曾经也是慈济的照顾户。2006年，秀芳的先生不幸罹患肾病。育有两个女儿的她，生活顿时陷入困境。还好，妹夫帮她到慈济马来西亚分会联络处提报成为慈善个案。洗肾费的补助加上志工的关怀，犹如久旱中的甘霖雨露，舒缓了他们的经济压力，更让秀芳得到最温暖的心灵依靠。接触到慈济这个慈善团体，真的是我想要找的。因为之前我们夫妇啦都是有做善事的。秀芳的先生洗肾一年之后就往生了。为了把两位女儿抚养长大，她很快的拾起伤痛，除了照常工作，更和妹妹和妹夫一起积极投入慈济。请问有人在吗？阿弥陀佛，慈济回收旧报纸。原本乐善不思，再加上曾经受过帮助，秀芳在面对照顾户时更能将心比心。真正投入了方式啊，真的是艰苦之苦会更幸福，所以走起个案来啊，我们会更加的关怀。参与慈济六年之后，2011年11月16日，他和妹妹及妹夫一起回到台湾花莲，受证为慈诚委员。直到如今，他们的身影仍然不停穿梭在慈济的各项活动。以前是很大辆劳力，现在劳力长了没有？以前是14车的。对，现在这边是不够放的，应该了，看怎样喽，尽量喽。在两趟吗？那个收购商是靠近我们附近罢了。一直用行动来证明，受助只是一时，只要给予爱和陪伴，每个人都能够自立自强，也能够成为有能力帮助别人的幸福人。我们志工的心灵的提升，还有我们感恩户帮助人的对象的心灵的提升，才是不断的让慈济呢继续在我们的马来西亚以慈善为本，不断的做下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动力。